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节我们学习了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接下来我们再学下一句，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听到这边在说哪些闲话，这边也听到哪些人在说长道短的，而这些事情凡事不关我们，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去管它，因为人我是非天天都在发生，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好管闲事。即使跟自己有关，我们也要注意到用智慧来化解，用明理来判断这个是非。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听到人家说这个说那个，甚至呢就在家族当中，或者同学当中，或者同事当中，或者团体当中有这些闲话闲言或者流言出来，我们都要明白一桩事情，人都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看法来对事对人对物来加以评论，那么一个不小心，有可能这些话在经过我们的描述或者传达，就会把原来不是有事，就会把它扩大为变成是非的。尤其是我们所知道的婆媳关系、姑叔关系、妯娌关系，这些家族的宗族当中，假如有听到闲言闲语，我们又卷入其中，再加以传话，都会变成一种是非，甚至呢引起误会，或者变成对立，这样都不好。所以《弟子规》里头告诉我们，听到有人道人说长，我们一定要记得，来说是非者是是非人，我们可以不必理他，这样呢我们就不受影响。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臣富弼，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非常大气，心量非常的大，在年轻时候就有人来告诉他，他说有人骂你，有人说你坏话。富弼呢就笑一笑，我没听见。而再有人说他，人家是指名道姓说你不好，
富弼呢也会笑一笑地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何其多呀，恐怕人家不是在说我吧。所以很多的流言对富弼年少的时候就有人攻击他，但是富弼呢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都有可能脱口而说。那么在经过有心的人再加以会声会影，有可能就变成很大的误会。所以富弼的这一则佯装不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当我们有听到别人对我们有恶意的毁谤，或者有说法有看法，我们也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人与人之间本身每一个人他的生活背景，他所受教的，他的涵养，他的行为，他的品德都不一样。那么有些时候我们确实做得不太好，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所以别人呢会对我们有所批评有所话语，那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也是要包容要宽恕这些爱说话的人，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听了这些话语也要用智慧来判断，或者用智慧来化解。譬如说，当婆婆向先生向儿子说你的媳妇儿哪里不好，而做妻子的也会在先生耳旁数说着婆婆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么这个时候做先生的该怎么办？这就是智慧了。假如做先生的在这个时候把母亲说媳妇不好，然后就一五一十告诉了妻子，有可能就造成妻子跟婆婆当中就有不好的关系，就会开始起恶化。假如原来呢意思不是如此，在经过你的描述转会，有可能就让妻子变成误会的。那么假如妻子跟你讲的婆婆有哪些做得不是很尽理想，而你也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这样呢会让两个这个家里重要的关键人物两位女士呢会起冲突起矛盾。所以做丈夫的做儿子的这双重角色当中，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个度，如何来化解彼此对对方的看法想法。做先生的应该要用智慧来化解，而不是让双方再造成更加多的误会。所以一位有智慧的丈夫，他经常会买东西送给妻子，然后用婆婆的话语来转达关心，是婆婆的意思。那么做丈夫的也经常买小东西
小礼物呢，送给自己的母亲，也转达妻子对婆婆的关怀。那么这些呢，虽然是善意的这个善巧方便，善意的这个有一点欺骗，但是呢，它却有润滑的作用，能搭起双方更好的友谊，更好的这个情谊，这个都是我们为人处事应该要学习的。《弟子规》这部传承300多年的家教宝典，如何奠定做人的根基，成就幸福美满人生？杨淑芬老师做客本台，向您娓娓道来。在过去呢，有很多人会找我帮忙，会向我诉苦，家里总是有很多的事情处理不完，也有很痛苦，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那么面对这些有困难、心结解不开的，然后在家族里头因为非常的庞大，所以经常有这些这个言语上的攻击，那么他就会很痛苦，问到我应该怎么办。我通常都会告诉他，人要说什么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制止别人。在过去，夫子就教诲我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别人不理解我们，甚至呢误解我们，甚至呢诋毁我们，我们都要忍耐，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多加辩解不见得能化开，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不要去辩他，不去理他，反而对事情有帮助。所以我们常人常言道，家丑不宜外扬。所以假如是家族里头的事情，我们更不应该把这些不好的这个闲言闲语呢传开来，应该要守住一个原则，再怎么样我们上有父母，下有左邻右舍，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至亲好友，为了不让人受到伤害，都应该忍下来，为这个家族着想，也为自己呢着想。所以胸怀大气之人，就是有大心量之人呢，他通常能守住一个原则，能宽恕别人一定要宽恕之。所以有一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在眼前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传播是非常迅速的，谣言流言呢也是非常可怕。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也要告诉孩子们，听到任何的谣言，听到不好的话语，我们都应该有智慧来判断这个话的真实性。那么有一些事情，假如我们没有分辨清楚，也跟着以讹传讹，那么很多事情就会爆发开来，而实际上呢并没有那么严重，就因为大家很盲从，听了以后
就随波逐流，所以才让事情呢扩大。因此我们生活在眼前的环境里头，我们对于周遭的事物要能善于观察，一定要懂得明辨是非。假如我们听到别人有说长短，这些地方我们尽量少去。那么假如我们看到这个团体里头有哪些人特别喜欢说人长短，我们也必须要有能力把它转个话题，让他呢不要有这样的习惯，到处传声，到处传话，这都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在家里头，假如孩子回到家里头，经常也会说同学这里不好，那里不是，做家长的更应该要制止，不要让孩子呢养成这种习惯。因为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之后，他将来在团体里头，他会是一个制造是非者。所以在过去呢，我们与人交往，首先重视的是这个人的品德，这个人的内涵。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从他所说的话语，与人交谈的内容，我们就能判断这个人他的内涵、他的程度、他的水平、他的文化在哪里。假如他所论的都是跟别人的是非有关，都是在论人长短，那么我们以后就应该少与他接触。多跟他接触之后呢，我们极有可能就变成卷入是非的。弟子规，这部传承300多年的家教宝典，如何奠定做人的根基，成就幸福美满人生。杨淑芬老师做客本台，向您娓娓道来。那么再有一点，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在团体里头，处人接物很容易引起的误会，都是因为说话不慎。所以在团体当中，我们所谈的话语，只要跟别人有相关，都一定要谨慎我们的口德。假如我们与别人，我们在谈话的同时，会让人觉得你是在影射哪一件事情，在影射哪一个人，这些都不能讲的。因为讲了以后，你无形当中得罪于人，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自己平常的言语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因为这种情形很容易就发生，而发生自己却不晓得自己已经造了业，闯了祸。所以有一位长者，他假如听到有人在论长短，他会马上追问，你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往上追，然后追到前面那里呢，再问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再往上去找，找源头。结果呢，找到最后，有没有源头呢？有。但是这个源头
原意跟最后的结果却相差很大。所以这一位长者呢，他非常的有智慧，他平常呢可以说是一个德高望重之人，而且做事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化解人情世故当中的矛盾也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当他听到有一些谣言，他不是只有到这里停止，他还向上去了解谣言起自于何方，让这个谣言呢能破掉，能不攻自破。因为在一个团体里头，每一个成员他的身份、他的能力、他的条件都不同，假如有一个不实的话语在里头传播，传到最后就会对这个团体呢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当底下有人来跟你说长道短，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不可以马上就受到左右，一定要好好的调查调研，以后我们再来判断，才来论是非。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有一位刚上任的市长，他这个位置呢非常的重要，刚上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主动提供一份名单给他，他说我举的这些呢，这些人的情形，这是他们过去以来在单位里头所作所为，给你做参考。这位市长他很巧妙地说，我用人我会很审慎的，谢谢你这一份资料。那么他收下来以后，他并没有打开看，因为他认为用人应该不疑，而疑人不用，用人应该是看他所有的资历，而不是听人所言就轻易的相信。所以这位市长当他退休之后，他就讲到了，一个领导他在用人不应该听信一些这个不实的这些资料言语，尤其是言语。所以他在任事当中，他凭着每一个底下的这个职员，凭他们工作的努力，凭他们平时的表现来论断每一个人的这个工作的状况。这个也是很好的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要觉得很烦，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因为人生当中说长道短也是人的习惯毛病。那么在这样的习惯毛病当中，我们确实可以学到一桩事情。首先，我们的心定吗？假如我们的心能定下来，我们的智慧就能开显，我们就能判断这个事情的真伪。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再见。